般上炒菜呢，一不留意蔬菜很容易就变色。那我今天呢要用 Le Creuset 来完成这一套 Balsamic 烩食菜，为您示范如何炒出健康的颜色。首先呢，在 Le Creuset 的浅锅中放入少许的油，用中火预热两分钟。当锅子热了，放入大蒜苗炒香，再加入新鲜的红椒和黄椒拌炒，约一分钟。现在你可以看到甜椒有点软化了，我们就可以转成小火，再盖上锅盖，然后焖煮个五分钟。醋是一种很敏感的调味料，所以大部分的锅具都不太适合用来处理。不过今天你可以放心，因为 Le Creuset 的珐琅表层很卫生，不会跟醋的酸性产生任何的化学作用。那现在是时候加入 Balsamic 醋了，大约是三大汤匙。那跟蔬菜轻轻的搅拌，当我们看到蔬菜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加入香菜脆、盐和胡椒调味就可以了。这甜椒的颜色啊，还是那么的鲜艳，这再次证明了 Le Creuset 能够帮你保有蔬菜的原味，让您吃住健康。